裙子是女人优雅的名片，而如何在天气寒冷的冬天还能将这份优雅维持得既风度又有温度，可就是个需要仔细研究的功课了。刘雯不仅是超模，也是一位资深的穿搭博主。这次的私服主打黑白色调的基础单品，衣服虽然看起来很简约，但是时髦又耐穿。作为模特的她，先天条件优于其他人，苗条的身材穿宽松的衣服更有范儿。她的日常穿搭充满了通勤范儿，简约时尚，简直是蓝女孩的穿搭范本。深蓝色卫衣加入白色拼接，不仅打破了之前沉闷的气氛，而且还有满满的青春感。秋天也可以穿一件美美的百褶裙，裙子的长度可以稍微长一点，不仅能够遮盖住大腿部分的赘肉，还穿出满满的燕子风。百褶半裙在材质和设计上会更加具挺阔感，而且高腰的设计更能拉长身材比，让身材好像没那么完美的女生也可以拥有那一份美丽。喜欢就订阅呗。